跆拳道是随着韩民族的历史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种传统武术。关于跆拳道的起源，根据文字记载，它起源于一种韩国传统武术。这种传统武术从古代到中世纪直到近代，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流传了下来。由于所处历史时期不同，分别将其称为手搏、拳法、台根。自1965年被正式定名为跆拳道以后，得到了辉煌的发展。1980年被国际奥委会批准为奥运会竞技项目，从此以后它正式成为国际性比赛项目。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和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跆拳道被指定为表演项目，在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上最终成为正式比赛项目，从而跆拳道从韩国的传统武术发展成为一项全世界的运动项目。跆拳道的技术是用四肢来表现的，即用胳膊和腿脚进行攻击和防守。脚踢法是跆拳道最重要、最具特征性的技术，前踢的速度很迅猛，横踢既优美又有力，侧踢虽简单却易行，后踢的破坏力令人吃惊。后旋踢是跆拳道的技术动作中最优美的。跆拳道脚踢法的各种技术和惊人的力度以及迅捷的速度，这都是其他武术所无法相比的，而且异常优美。跆拳道有多种靠手和臂来攻击和防守的技术，它更重视的是防守。跆拳道的防守技术不仅能破坏对方的攻击，而且能迅速变守为攻。跆拳道的拳法、肘法、掌法是用手攻击的核心技术，通过不断的磨练，手就会练成大锤子、矛头、刀刃一般的有力武器。跆拳道犹如人生，不但要钻研技术，同时可在不断的修炼中陶冶性情，
它是一种追求道的武艺。跆拳道的道，以东方哲学和韩国古典哲学为基础，追求自我完善。人们之所以将习得跆拳道的过程称作修炼的原因，就在于此。练跆拳道能使人体味真正的人生。跆拳道是华丽的腿脚功夫和强有力的手臂技术的完美结合，它是刚柔兼具的格斗技术的典范。跆拳道的刚烈依附于柔和，柔中有刚，刚中带弱。是训练技术的修炼体系，即是目前被列入奥运会比赛项目的跆拳道。作为韩国国粹的跆拳道，是全世界人民喜爱的韩国传统文化之一。很多人通过跆拳道认识了韩国，了解了韩国文化。
拳道之所以能迷倒全世界150个国家5000多万人，是因为跆拳道既具有现代化训练体系，又可通过修炼约束自己，通过规则和礼带规范，最终实现自我完善。现在跆拳道已成为不分男女、不分长幼、不分国度、不分民族，人们都喜爱的最为大众化的体育项目。태권도는무도로서반복적인수련의결과로정신적인수양과여의를중시하는인격수양을쌓는훌륭한무술입니다태권도 training means to me knowledge and power. 태권도는제삶의철학입니다신체를건강하게하고정신을강인하게하고사람이역경에처했을때는제자신의절제와인내를가능하게합니다태권도 to me means family.To me, Taekwondo is not just a sport in which you train to get in shape, but it's a way of life. 태권도는손기술과화려한발기술에있다고봅니다발차기하나하나고난이도기술을배우면서부터거기에더큰매력을갖게됐고요개인과개인이만났을때제자신이더당당해질수있어서더욱좋습니다 I first started Taekwondo when I was 11 years old, and I fell in love with the aesthetic movements and the dynamic kicking style. So I wanted to be the best I could.So I came to Korea to train with some of the Korean Taekwondo competitors. Came here, really loved it, kept training, and now Taekwondo is a part of my life that I can't live without. 그냥 좋아요